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哼！别动手！滚开！ 李一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我不知道找谁报。李一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父。嗯。哈哈。 主意，你不是说把它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收。
剑九狂。原来你也还在。嗯，好，爷爷我就破取九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一，龙蛇。剑二，并蒂莲。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三，三金。吃饱，不打了。嗯。老黄，你，少爷，受苦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。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只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五十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淳罡之外，只有两个。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先知。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输输就输嘛，哪有人长胜不输的。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，后来我就逃了。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
梦见我被王仙芝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，我就像个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仙芝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三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三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三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？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，失败啊，死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三十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仙芝。这场架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，其他人烤地瓜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儿就给少爷烤地瓜。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捡豆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，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。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。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凉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，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，等下出手全力杀他。你快先杀徐凤年吧。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，可是你看此人面对六名武奴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至极，要杀徐凤年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
再等等。无道理。感觉这些武迷并未尽全力拦我们，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一共十二位武奴，没错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，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，
福将红甲，我认他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呢，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，世子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。那六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户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，青梅卓玛，春水赵露，桃花谁？怎么不倒了啊？那一位竟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，多谢前辈一见之恩。多谢前辈六剑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，这份恩情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是我远房的表姐，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，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冢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，回想起来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六剑
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，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十二柄飞剑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至此报完，世子，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世子，先把飞剑收了吧。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。我知道。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，那个剑侠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意见，不如早点动手。我在这边上等着，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。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定是一言九鼎。嗯，这会儿不打。我也不傻，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侠，我要出手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曲剑侠。这是你的世子，我你换了，你赶紧回啊。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你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乱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。哎，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也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你就是老黄。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争了。姓黄，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老狗，天下没有
断了尾巴，没了归路，老狗老狗，天下没有秃鹰埋骨，天地辛苦。以精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，今日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翠丽，乾坤作也，直至今日终于建成。小石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石叔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小松菜发什么了？小石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小石叔才好好的。小石叔啊，别动他。怎么回事？小师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
望着天边突然就成这样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那边是东方啊。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能叫醒了你？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，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娶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，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罡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感受到五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，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五奴动手时藏了手段，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，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宣字辈，世子，宣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两倍，眼前这位怕是已经活了两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一时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？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，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，眼前这位世子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符角红甲是你的，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？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you
一具傀儡也想破局。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父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，你救他。赵武神仙手下留情，他一路都在杀你。对，能不能说一下救我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。想去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，可我知道你小子心思极深，你救他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，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嗯，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？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两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。终于有了登仙之机，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之一战，怕也只有这两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样人全力就疯了。
手了，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起！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仙人下界，所谓仙人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，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，可是人间之事自然由人来决定，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，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无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，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披米太阿，起剑阵。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，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赵老天师，
此时收手，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腻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，不许人间有仙。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仙酒六千里。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也杀不了人了。不是杀你，只是坏你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，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解暑一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可现在嘛，你气机必将紊乱，天人难救。就算神魂俱灭，也要在邓太阿面前杀你才好。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人娘。
那丫头呢？已经走了。什么都没说？没说。当世最强一战结束了。好像还行，就是有点晕。龙虎山那位名词将自身武学路数讲送于世子，本意呢是想乱你泪息，削你气运，结果被那位呵呵姑娘强转气运，替你接了过去。世子如今伤势已无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。那丫头会怎样？不知道，转气运之术世上罕见，我也不大了解。他呀，既然会这奇术，身后自有师臣，不会出什么大意外的。李前辈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。邓太阿给你的？是。邓前辈呢？也已经走了。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心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，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建议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，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八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东海之上，前辈输了。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？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冲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？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，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。没准打下去，就是王仙芝油尽灯枯呢。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，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。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九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怕是没几个了。他还没出全力？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。这么强吗？啊。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，这赶紧跑呀，我还拿了老黄镜匣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点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两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徐凤年啊。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本质就是为了调息天下战乱，借机掌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八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，换我
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。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，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化敌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化敌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。想不明白，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。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。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，不用去了，大师傅。王先知，睡了吧？聊聊啊。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，邓太阿的十二飞剑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在此有一事相求。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，不瞒前辈，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六名武奴，又遣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六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黄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黄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二人未完之事，我徐凤年接着。老黄力战身死，是武者归宿，无怨无悔，这件事儿我从未怪过您。至于李前辈今日一战也输了，胜负未决。好，胜负未决，一败一平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黄也替李剑神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。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先知，
这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他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，重回武帝城之时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二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，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，都在里面了。当时我是在京城，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。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在。多谢前辈。除他之外还有谁在？我不记得名字，我只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？差不多吧，对于我来讲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多荒唐。你别激动啊。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三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他看着哪边？北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
出入怎么都这么晚？清早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奉子一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叔兄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。返程了。哎，小子，邓太阿的飞剑再让我瞧瞧。青鸟，帮我打开。您也会使这剑阵？剑道出行时千万条路，到终了又好似殊途同归。可这只是假象，小子，没有殊途同归。这邓太阿的飞剑与老夫的御剑瞧着相似，实则天差地别。这其中的道理不好说，越说越错，你自己领悟。好活，当赏。大师傅，这一路为何转了这么多方向？别让人给堵上。会有人堵我吗？办事总要小心。那为何不快马加鞭？总要让马有休息的时候，不能跑一半把马给累死。大师傅，我看毛仙芝与李成刚，他们都快能飞于长空了。借真气而已。你能吗？你说呢？徐凤年也踏上归途了，这您都知道。我让人远远盯着，这一路歇息时都有眼线回报徐凤年的行踪。还用让人盯着他吗？要是我能成为蜀王，就可以不用杀他了。我其实我一路在想，你说在武帝城时徐凤年救你一命，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。会不会是徐凤年知道咱们要去西蜀找兵？这秘旨他怎么会知道？就算他知道，
为什么要救赵凯？西蜀北凉可谓犄角之势，徐凤年是下一任北凉王，若是和蜀王联盟，那就真的安枕无忧了。这么说倒有点道理，还是说不通。徐凤年怎么可能远隔千里还知道朝堂对策？再者说，武帝城时大师傅还没有来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西蜀。不管怎么说，徐凤年都没有理由救你，这事儿透着古怪。所以我让眼线观察他这一路的行程。您哪来那么多眼线啊？活了这么多年，总该给自己培植些势力，这些势力将来都是你的。大师傅，若没有您，我活不到今天的。若没有你母亲，我也不会有今日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些天眼线回报，徐凤年一行确实往北凉而去了。从路程看，他们就算想拦我们，也不可能。那就万无一失了。然而这些天徐凤年始终在马车内未曾露面。是受伤了？不知道。您的眼线总不能拦路查人吧？徐凤年一行快经过广陵了。给广陵王赵毅传了消息。赵毅，那个家伙在藩王里也是恶名远扬，您给他传什么消息？也没什么，提了两处。一个呢，是朝堂对徐凤年顺利的离开武帝城不是太欢喜。另一个呢，徐凤年身边有角色相伴。赵毅父子两个好色如命，您是想借赵毅的广陵军去试探徐凤年？可那家伙虽然臭名远扬，却也不是笨蛋，他真敢害徐凤年吗？为什么要害呢？大军吓唬吓唬徐凤年，让朝廷有点面子，然后顺带把那个丫头要走。一个丫头，佩良能说什么呀？徐凤年不会把人交出去的。赵毅又不知道徐凤年的为人，以他的处事，一个丫头还不如个物件。这前辈，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
Thank you.